在。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六十秒。老婆，我会以后对你好好的，以后不要再欺骗你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会好好陪着你，不会让你吃一点点苦。可是我还是不想再相信你了，我觉得你每次说的话总是出尔反尔。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。请亮灯，谢谢两位啊，请回吧。啊，我觉得他们俩好像都在这个突然的变故当中有点傻，就对于男生来说也是天塌了，怎么钱也给骗了，婚姻也没了。来，请关门。对于女生来说，好歹我们俩在一起了，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儿？我看他们两个都处在那个应激事件的那种不知所措当中，他们应该慎重的再考虑考虑。看看这一对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啊，拿出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京云 App，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剂。有网友提问说：“我很爱我的女朋友，她也很爱我。”我们在一起已经2年了，准备结婚，可是刚过完年回来，他就要和我分手，毫无征兆。我想应该是家里的提议吧，以前从来都不这样。他的意思是让我去他们家，不然就没得商量。现在已经辞职回老家了，怎么挽留也没用。然而2年的感情他说走就走了，听他父母了，我该怎么办？2年的感情说分手就分手，怎么可能毫无征兆？怕是你在这段感情当中已经是自以为是的状态，不够深入，也不够那么爱你的女朋友。既然不够深刻，也没有那么了解，我想挽回已无可。